飞出去啊！乌毛这大只呢，乌毛两只一千二，卖掉了。乌毛两只一千二。还在吃哦。啊？还在？等你来开，请开，请。可以养。OK 养。好贵吗？对。OK 啊，那来了，风尘不要过来了，风尘不要过来了。风尘，风尘，那个海菜被拿走了。风尘不要过来了，海菜拿走了。封城，封城！这部门干部让你进来，小心点了。他说叫你来，海菜没有了，他要卖你蟹味盘呐。封城不要过来了，他来哪了？有听到吗？有听到吗？封城。OK OK， 我怕你跑白跑一趟。应征要找他吗？啊？应征找他吗？对，应征的啦，应征的啦。我叫他讲，我跟他讲，你别笑啊！你笑。牛肉应该拢无啊吧？来，我给你。